肚子收紧了哈，然后一样的下背的现在的砖块啊，就是这边都是密合的，所以你要记得这样。好，你试试看，把左脚往后提，左脚往后延展，对，别害怕，左右两边呢，左右两边让它一样的左手右手，好，然后你尽量提掌，但是它现在你会感觉你的砖块已经变成中间都没有感觉到它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试试看，把耻骨再往上提更多，背推向天空，让你的砖可以填满。耻骨再往上拉，再往上拉更多，然后你的髋骨要往下降。对，很好，用这边的肌肉哦，哈，很好，好多了。好，试试看，在这里，把你的对象手慢慢松开，慢慢松开哦。好，肩胛再推开很多，所以你的左手会扎向地板很多很多，右脚的膝盖也会扎地板很多很多。耻骨再往上拉，让脚降低一点没关系，耻骨往上拉。耻骨，对对，很好，耻骨再拉更多，吸一口气哦，把脊椎延展，手跟脚，手指尖到脚趾尖，到你的身体，想象它都是一直线。好，吐气的时候试试看，手肘跟膝盖在你的肚子前方靠近，把胸口往上推，胸口往上推更多，很好，你感受到转回来了，对吧？好，留着你的上半身在这里，再一次推开 ，Yes。Yes， 多一点，耻骨上提，耻骨上提，肩胛推开，左右两边让它一样，左右两边的肩胛。